下回再来看他。可是你就让一艘两只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来过这一次。你用不着这么暴怒。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既然有心，在哪儿都不是距离，又何必在意是离开还是留下呢？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订婚这事真的不是我的本意，但是你现在说要走，你嘴上说相信，但是你根本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，我们怎么能有将来？我知道你的心思，我也明白你的心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心是不会变的。可是这个世界本就这么残忍，我鼓足勇气跟你来，我是抱着希望跟幻想的。可是就这几天，你们家天翻地覆了一样，你家、他家、订婚、下聘，你我的尴尬，大家的尴尬。世君，我爱你，可是怪我爱有什么用？你们怎么走下去呢？我无论怎么努力，我都没有办法够到你的高度，都没有办法走进你的世界。只要我能走进你的世界就好了。曼哲，曼哲，你出来。我们现在就告诉我爸，这个家就算没有他，也要维持得下去。沈世君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你养过家吗？师兄觉得我很没用，还是你觉得我只配做一个米虫？不是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师君，爱情不能当饭吃的。你看看这个家，这个宅子，你就算马上就能找到工作，你在酬劳也是杯水车薪，你能养活自己？这个家的找别人鸡多赚钱啊！曼哲，曼哲。我可以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这一切我都不要。这代价太大了，我承受不起。不要，曼哲，你不要这么倔强好不好，曼哲，你不可以就这样放弃啊。